么回事啊？到底有完没完了？你整天不上课陪着我，是不是为了白泽？你胡说！我明明就是为了你。你不是答应我了吗？不再针对白泽学长。我没有针对他，是我忍不住。我看见他就控制不了我自己。我不管你控不控制得住，反正你不准针对他了。沈明熙，你别忘了啊，契约口水怪。夏雨萌。哎呀，这个晚上是吃炭烤羊驼肉呢，还是？好了，你别生气了。要不这样吧，你好好听我的话，上课不准惹事儿。晚上我带你吃好吃的。吃什么？羊肉串。